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们在最近的行情里面，你会发现到台湾的股票真的很像跟着美国股市在走一样，而且各位，类股的轮动非常的快速，很多股票在上个礼拜莫名其妙打到跌停，今天也可以攻涨停。同样一件事情，今天很多的股票，各位，大盘大涨，因为又是台积电居功厥伟，各位，台积电今天又大涨，对不对？很多的股票还是一样照杀不误。各位，为什么现在的台湾股市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各位，不像以前一样是群主，比如讲说，电子类股里面的 AI 全部大涨，金融股里面的金融股全部大涨，都不是这样哦，绝对都不是。现在都是个股表现。你要看到三大法人主力大户，有时候真的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早上买什么股票，到了中午过后就杀那股票，各位，搞到最后，第一个，你看股票，很多股票可能大涨，但是他根本没有赚到半毛钱。各位，你看这档股票很莫名其妙，我们没有买哦，你看哦，你看我们没有买哦，报章媒体杂志登很多的利多，各位，你看今天。各位，这档股票高利被杀到跌停板，有没有？各位，为什么？莫名其妙啊！你看看这档子股票，各位，这只股票叫茂联，有没有？你看上个礼拜莫名其妙被杀到跌停板，对不对？各位，今天马上涨上来，你看，有没有？所以我说，很多人在问说，老师，现在很多的股票到底哪一只股票可以买？老师，哪一只股票到底哪一只股票绩效业绩比较好？我跟你讲，讲那个基本面没有用，因为讲基本面，你有没有发现，你看今天的报章媒体杂志就讲台积电跟大立光，有没有？大立光不是讲得很棒吗？对不对？你看大立光，来，今天大立光还是跌啊，而且最重还跌了50块，对不对？大盘收跌30块。所以各位，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很多的真的，现在大盘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你如果说每天都要去抓那个涨停板，每天要抓其他的股票，各位，我跟你讲，你很难抓啦，你真的很难抓。倒不如跟我们一样，各位，很多只的股票，就这几档股票来回做价差。其实各位，我一直跟你说过，你看我侧标上的这几档股票，你很面熟，对不对？很面熟，对不对？宏硕今天攻涨停。你看今天的君豪，各位，差1块钱攻涨停，你有没有看到？你看这些侧标的股票，我是跟你讲多久了？你看，从8月27号跟你讲，看看来回操作的力量有没有？各位，这里面的从君豪、四星跟宏硕有没有？你看到这些股票，我跟你讲多久了？你就来回去做价差就好。8月28号也跟你讲来回操作的神奇力量有没有？你看这些股票。各位，真的很多的股票，你不但可以做多，还可以放空，来回做价差，对不对？那我跟你说过的，你有相信吗？你看到8月30号也是跟你讲来回操作的一个神奇的力量，对不对？9月2号也是一样跟你讲，君豪、宏硕跟四星来回做价差的一个。到9月3号，你看9月6号，各位，我没有骗你，我只是跟你讲说。很多的股票真的就是来回去做价差，你要真正要掌握去来回做价差的一个观念。你看到了9月11号，好了，我直接拿给你看。你看到了9月12号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请认真看完两段 VC 啊，当初我也给你看过了，对不对？你看这些股票为什么要来回做价差，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真的来，那你看一看，如果你真的来回做价差，那各位，这些股票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而已。各位来看，你注意看哦，来，各位，你记不记得台积电？台积电这档股票，我们在前一波买到最低的是888，买最低的是888，刚好那数字很漂亮，对不对？然后出在970几块，后来又杀下来，上个礼拜五打到957，你看，你看，各位，这档股票台积电有没有？上个礼拜有没有 打回到哪里？你看这里打回957有没有？9月30号，各位，你敢买吗？你如果在9月30号真的你敢去买，各位，你敢去买，
对不对？ 那时候还杀出16000多张，收盘收957，你真的敢去买个今天的最高好了，你的价差是50块，你的价差是50块。而且这档股票我很多的会员还都有真的买这档股票台积电，因为很多的股票最近行情它不好做，那买来买去买到最稳定的那大概就是台积电，因为很简单嘛，法人外资都在看好台积电啊，对不对？那闭着眼睛拉回量缩就是买台积电啊。所以这档股票虽然我没有常做啦，但是台积电这档股票只要拉回量缩我一定会叫买。所以这档股票你看，如果真的敢买的人到9月30号那一天杀回来，我还告诉会员可以去买一下。那各位你看莫名其妙赚50块，对，我为什么说莫名其妙？因为台积电说实在的啦，你就很简单拉回量缩自然有人会去撑盘，你知道吗？就是法人外资会去撑盘，没有就是国安基金会撑盘。所以这档股票说实在的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你只要看到哪一天突然打了2-3天下来量缩的就买就对了。个做股票就是这样啊，这台积电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就是这样，就是小猫碰到死耗子，如果你真的买到了，就赚到了，就算你套牢你摆着还是有机会，还是解套，听得懂吗？台积电就是这样而已。那各位你看宏硕，来各位，上个礼拜宏硕打下来你敢买吗？连续3天，你看各位连续3天。那我请问你上个礼拜最低多少？1715、哦、我告诉会员说这档股票上个礼拜我还特别讲，如果真的要买在1700到1720可以买一下，那你1730买到1740买到的人我也跟他讲没有关系。各位你看到今天最高还攻到涨停板1895。那各位当你10月4号看他打下来的时候，打到1715的时候，你会敢买吗？你会敢买吗？而且那一天最低的收盘还62张还成交1725，对不对？你敢买吗？所以我说1700到1730，对不对？或1740，各位当他拉回的时候你敢不敢买？你如果不敢买，各位那今天攻涨停对你来讲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各位真实富贵千真万确，你10张最好165万，好不好？各位真的它就165块的价差。那各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来回股票一直来回做价差就好？各位重点在这里，你看华晨，来各位10月4号礼拜五的时候1519，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不是跟你讲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出到680几吗？有没有？各位680到685我们不是出掉了吗？出掉之后各位你看哦，连续几天打下来还有622还有624，有没有？那各位你敢买吗？你如果敢买今天最高又666，你是不是又赚了30几块的价差？所以各位你看你上个礼拜打下来的时候9:15:16的时候，各位你敢买吗？你敢不敢进？有没有？你看那个价差是不是又37块？10张37万，100张370万。各位这些股票都是我们一直来回做价差的。那当你看到这些侧标上所打的这些股票那个价差，其实说实在各位对你没有做的人来讲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很多的台湾的股票，你各位你要有一个观念，台湾的股票做股票的方式就是你只要不想去看的股票，你只要不要想去买的股票，很奇怪它都会涨，对不对？等到你真的想看的时候，眼睛睁亮一点去看它的时候，它不涨就是不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意思？那是因为你每天都在寻找新的股票，你要真的几档股票掌握它的价差来回做价差就好。各位你看君豪，各位君豪我们做了几次了？ N 遍了。那个君豪真的做了 N 遍了。各位你看这5443上个礼拜你看它拉回整理2-3天了，你看它拉回整理了几天？拉回整理几天啊？最厉害140几，有没有？你敢买吗？你敢进吗？我的会员只要问我说老师君豪这个地方可以买吗？140到143。各位只要你上个礼拜我问我的人，我绝对是讲140到143就是买点，就怕你不问而已，对不对？那各位你敢买吗？你如果真的敢买，各位今天差一点点攻到涨停板，各位今天最高拉到155。好，各位来我给你看一档股票，这只股票说实在我说台风过后压不住马上来电，有没有？我说台风过后压不住马上来电，其实各位超级大财神里面最高就是5443的君豪。各位他整理了多久？你看他一直在这边整理了几天了？整理几天量缩，你看没有？量缩价稳了没有？整理几天了？
所以这档股票为什么来打电话进来讲，我就讲140到143就是一个买点。各位今天飙到155，你价差也13块。那各位这档股票我们做过几次了，做过 N 遍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跟你讲来回做价差过程当中，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看来回做价差过程当中，哎，几乎都是这边呢。你看这边不是有均豪有没有？你看随便哪是啊，均豪有没有？随便抽也是一样，哎，随便抽也是一样啊，这边也均豪，你看到有没有？随便抽也是一样，看这边均豪有没有？我们做过几趟了，来回做价差有没有看到均豪有没有？所以各位真的这些股票，我要跟你讲的是，其实你不要一直想要去拿新的股票，或者是说一些新的股票，哎，真的每次看到人家涨停板就想去追。各位我跟你讲不用这样做，很多的股票真的是来回去做价差就好。各位你看来，那如果你真的去买了这个均豪，各位真的十张就好，你是不是13万？而且各位大家都买得起，对不对？大家都买得起，对不对？所以各位你看，如果你100张呢，不就130万了吗？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吗，100块到200块的股票吗？其实各位真的就是一样，我们做过的股票一样是均豪。那如果你真的去买到了，各位你今天的价差就13块，而且这档股票哎，差两块今天也攻涨停，那这档股票再拉回来可以买吗？还是可以买啊。你要懂得来龙去脉。那各位你看我分析给你看，你看这些股票我当初不是跟你讲来回做价差吗？我验证给你看，我证明给你看。各位看，你记不记得9月10号我们买131到133，9月11号我们不是赚了12块就出场吗？啊，出场之后有没有打下来？有啊，他又打下来了，而且各位又打回到131到133，又打下来了，结果各位又冲上来了，又赚了18块。那各位上来之后有没有再打下来？有啊，哎，你看9月18又打下来，打到143到145，啊，结果又飙到哪里？飙到9月19号的154，又赚了10块钱，有没有看到？那各位我现在跟你所讲的是只是跟你讲你要懂得来回去做价差的观念而已，是这样。那很多人像每次看收完盘之后看那个电视节目，看到最后每次很奇怪，有的老师每天在换股票，每天在换股票，也不知道在换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各位没有必要这样。其实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我已经跟你说过，一直到年底都一样，你只要掌握到几档股票来回做价差就够了。你看今天攻涨停的股票明天不见得会涨哦，明天搞不好变弱势会拉回整理。那今天弱势的股票搞不好明天就涨了。你看另外一边有没有？你看那个四星我们不是也是一直在做价差吗？各位来，在讲四星之前，你看刚刚我不是跟你讲宏硕吗？有没有？你看宏硕我不是跟你讲这档股票上个礼拜如果你有做有没有？看上个礼拜如果你真的有买有没有？哎，到今天最高攻涨停，你价差165，对不对？但是各位你看这是10月4号哦，到今天10月7号哦。那各位你看看9月9号当初买的时候到9月10号你是不是赚120？那各位出掉之后有没有打下来？有啊，打下来之后你有没有敢买？有啊，9月11到9月12价差又130，有没有看到？那各位你出掉之后有没有再打下来？有啊，又打下来了，而且当初我们还去放空还赚250块，有没有？那各位你放空之后你要不要反买？有啊，你看9月24号又反买上去的，9月26号又赚200块。各位我有骗你吗？我没有骗你啊，股票不就是要来回做价差吗？那不然你再看看，各位不然你再看看四星 KY， 你看四星 KY 最近是不是很弱？各位四星 KY 真的是很弱啊，最近很弱，原因是什么？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原因啊。各位看9月9号当初我们不是买吗？有没有？那时候是2325块哦，那时候买哦，9月10号当的隔天我们马上出是赚65块，赚到之后各位有没有打下来？有啊，打到哪里？打到2300块附近，你看打到2300块附近又买回来，有没有？那个价差不是145吗？当初不是跟着就做跟着除息吗？那不是赚了167块吗？有没有？那十张167万，那各位除息之后有没有掉下来？有啊，有啊，哎，又掉下来啊。但是我们9月18号是不是又去买，买到之后是不是价差又是120？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哎，最大值 maximum 是不是价差120？那各位为什么要出？各位而且那时候9月20号你看9月20号我还去就做放空，有没有？还放空也赚了230。
那时候放空到最低9月24号还2160呢。那各位你看9月24号放空下来的时候，我们有建议又买回来，你那个价差不是又赚了90块。我不当初不是讲行动力很重要吗？有没有？那各位，那9月25号杀下来之后你敢买吗？杀下来之后你敢买吗？你如果真的敢买，哎，9月26号又冲上来了，又价差110，有没有？那各位2070的时候有没有再杀下来？有啊，又杀下来了。那各位你看今天，各位今天你看杀到哪里？杀到最低1820块。各位你会讲说奇怪，老师啊，这档股票现在五大外资全部都曾经调升过平等，甚至于目标价都看很好，为什么外资看目标价从3000块哦一路看到4800哦？为什么一直调升平等，一直在出股票，然后股票一直杀？各位，这就是我当初跟你所讲的，你如果真的要避开股灾，你要懂得来龙去脉，是来 去做价差。那这一次我们的四星 有一点被小套到，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受到外资又在调升平等，又那一天我们又去买了。那这张股票各位，纵使你在今天，各位你看、哦、它是因为英特尔的关系，对不对？哦、就是说可能那订单、哦、可能是这样、哎、转移的问题啊，那业绩可能没有预期的好，但是业绩没有预期的好并不是不好啊，但是很多的投资人看到还是吓一跳啊。哎，各位外资、哦、哎、那个投信在这段时间来有没有一直在卖那个四星 KY， 一直卖这样快2000张左右，也卖的差不多了，你知道吗？那各位他是认赔卖哦，投信是认赔卖哦，所以我一直跟你讲三大法人里面三大王八蛋你就不相信。哎，他们的平均价有的是在3000出头呢，你看卖到1800多块，那各位他们是认赔杀出呢。那这些王八蛋不杀出来，不把那浮额清洗完毕，这股票是不会涨，听得懂吗？那各位也差哎，杀的差不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各位这档股票你看，所以我说啊，今天四星 KY 打下来的时候你敢买吗？你看我另外一个侧标，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大一样，我们赚钱打在侧标上，而我们买股票我们还是打在侧标上，我也打给你看啊，你听得懂吗？因为我们不要去造假，不要去作弊，也不要去欺骗，不要去吹牛。那各位，那这张股票杀了这么深了，对不对？就像当初各位你看，就像当初有这张股票3680，你看各位注意看哦，这只股票3680当初加登有没有？各位你记不记得也是被一路杀，有没有？这后面都没有起来哦，这一路杀在整理很久，对不对？整理很久一路杀，而且登利多都没有涨，一路被杀，杀完之后各位开始一路拉了，震荡再拉，创历史新高，你看一样的意思啊。你如果那些王八蛋不把他筹码全部清洗光光，我跟你讲别的人就不会进来了。你看那个投信卖有没有？你要让它卖光，你卖掉之后，哎，法人其他法人就会进来了，听得懂意思吗？他也卖的差不多了，所以我打在侧标上四星呢、啊，到底未来你会赚多少钱？听得懂吗？所以各位，你再看看微影，微影这档股票我们也是一样，也是一直来回做价差。你看这一波行情也是被杀到，你看真的有够可怜，对不对？有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你要来回做价差？而且各位，微影这档股票。公司派极力看好呢，哎，外资也是极力看好呢。那为什么？各位看，也是拉回做整理，有没有？为什么在那边整理？各位，我要跟你讲的一件很多的事情哦，物极必反，你知道吗？你在怎么样看衰的时候，总有一天它突然就开始了，就这么简单。那你看好的很多的股票，总有一天它开始会拉回修正，这就是来回做价差。所以我已经跟你说过，为什么从8月27号一直教你来回做价差的真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看到没有？你看这档股票，刚刚我不是跟你讲吗？你看8996这档股票，哥今天莫名其妙被杀到跌停板，哎，它从266开始往上拉的呢。结果报章媒体杂志一直看好，说这档股票会在攻前面的高点，甚至看到600块，哎，还没看到600块了，哎，最高438开始一路杀，杀了几天？你看今天干到跌停板，你看莫名其妙，报纸还登利多，结果杀到跌停板。所以我跟你讲，台湾媒体的三大报章媒体杂志，各位参考参考就好，你要懂得筹码战。所以很多的股票来回做价差，你看我们的侧标里面，宏硕是不是我们的一直来回跟你所讲的股票？
你上个礼拜敢买吗？你如果敢买价差165块最大值 maximum， 那你看看君豪你敢买吗？君豪 来回做好几次，还好几趟了，你知道吗？那所以你看上个礼拜140到143，只要问我的人我都一样都可以买啊。各位到今天差2块攻涨停，对，你价差也13块。那另外还有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华城，华城也是来回做价差，上一次我们出到680到685，对不对？不是赚钱了吗？出场了、啊、各位上个礼拜打回到连续三天最低，还有测622到624。我的会员问我说，老师可以买吗？我还是一样啊，我说要敢买啦，不然哦，你没有勇气霸气行动力，你也不敢做股票。那各位打下来你要敢买啊，你如果不敢买，今天涨上去37块你也赚不到钱。那各位，那我请问你，这些好的股票对你来讲也没多大的意义啊。你看台积电，哎，外资所有的没有人看不好它啦，对不对？但是各位，它一样啊，会来回做价差、啊，它一样还是会拉回修正啊。所以跟拉回修正的时候，你敢不敢买啊？在9月30号我们就有买了、啊。9月30号的时候，我就跟会员讲，哎，当初888块888到892，我们买的时候，哎，冲上去970几块出掉了。啊，出掉之后，各位再拉回950几块。各位现在你看又涨到1010块，价差又是50块，你就来回做价差就好了。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其实它不是特别难，只是难在你的心里面。那其实各位今天的强势股明天会再强势吗？如果以现在的经验来讲的话，今天的强势股明天就不见得会强势了，听得懂吗？那今天的弱势股并不代表明天会弱势。所以你看我车标上有没有，你看四星买回了，神盾当初我们不是200到205买吗？结果哎，222到224出掉了嘛？啊，出掉之后又打回来，又200到205，又建议又买了嘛？对，所以我打一个问号。那各位长荣，长荣我们185到187，我们又买回来了。那另外微盈呢？你敢不敢买？所以我都打在侧标上，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啊。那这些股票，各位，我告诉你，未来一定有它的利润可图了。好，好不好？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吧，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好不好？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其实现在啊，台湾股市有一个很奇怪的怪现象。那什么叫怪现象？就是很多比方说早上一早
对不对？趁着美国股市的上涨，或者是说像比如讲中国大陆香港最近不是涨得很凶吗？那看到这个东西的开高之后，很多的主力大户外资就开始拱往上拉，你知道吗？很多人就开始去追股票，一追股票的时候，他结果呢，他开始做两面手法，就开始在上面做放空的动作。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开高走低，有没有开高走低往下杀，杀完之后等到你真的想去又去放空的时候，他搞不好又开始回补了，常常会这样做。所以两面去做两面的手法。所以各位，我一直跟你说过，从很早以前跟你讲，来回做价差真的很重要，知道吗？所以我真的有除了这个之外，我还要提醒很多的投资朋友们，这个现在不管什么降息的问题，或者不管说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都一样，台湾的股市我可以跟你讲已经迈入了真的又像七月份一样春秋战国时代五胡乱华又开始乱了，知道吗？所以很多的股票又可以开始上下起手，好吗？那明天开始利豪要开始非常的认真的在挑选股票，那我们在做价差过程当中就把那个价差实实在在的买进跟卖出写得更清楚，好不好？让会员们自己去做完当冲，好不好？跟着利豪安心发秀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各位，如果你愿意跟着利豪打江山，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你，好不好？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